美吗？你喜欢怎样的感觉？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看 Garden 这边顾客做了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现在最流行的 S 格凳。S 格凳啊，幅度就比较漂亮。我放下它整个窗口，大家看看一下 S 格凳的效果。这个就是 S 格凳的效果，它的幅度就很大哦。这个我们通常都会收到旁边去。有一些人呢，他就喜欢吊中间开来。我们去看看听，吊中间的是什么感觉？这个就是 S 格凳吊中间的感觉。你喜欢刚才那个感觉还是这个感觉？只是看你的点过罢了。好，我们看看其他房间。因为看去干的很多是因为它都有这个东西的，这个的桌面，所以做窗帘的话就比较不理想。一就是做罗马帘或者是斑马帘，这个顾客就选了罗马帘哦。罗马帘的好处就是它就是比较漂亮哦，你这样子放下来，收上去，它就一层一层的上去，看到吗？要好的窗帘请找嘉美窗帘，谢谢。